你出生在地图右上方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吧，旧账。 全军出击！为了走运吗？我这有压根事吗？这玩意儿什么呢？啊，螳螂啊！ 螳螂怎么没有红难开？红开的。哎，老大的，我这都发一个 Q， 想着吸吸他。哎，我操！ 现在就这点不好，本来无伤打野的，但因为你要为了追求刷野的速度，导致你不能无伤，必须要贴着对面打，就很恶心。 生事吗？OK， 敌人消失，不再去了。 坦克斯，他死了。什么是男枪？这就是男枪。你在逗我？ 自信回家，这螳螂纯搞笑的。妖，他名字叫妖吗？妖确实挺。打号要明天才能打，明天才能打。 今天已经被预定了，今天要打这个号的。OK， 就我这个大招的伤害，打不了，谁扛得住我？试试我吧。
老师累了吗？Double kill. You are dominating.对面还打个屁啊！你 Q 闪他不，兄弟们算了，你 Q 闪，感觉 Q 闪的话他就要一走，他秒不掉。谢谢晚风送的灯牌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蓝翔没有加强啊，但现在蓝翔也不，蓝翔一直都很强的呀。城即将脱落，追着，这堂堂六个人头被我追着打，他连打我的勇气都没有，兄弟们，你们可想而知，真的是。带带带带，什么叫？主要他只追着0.5啊，不影响，就几十滴血的事儿。OK， 拿下。走了走了走了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
断会与他们对视。哎呦我错！还行，这波死不丢东西的。还行，能拿到。不可能被ban，怎么可能被ban？顺风局和南湘是不可能被翻的，放心吧，没有对面没有翻盘希望的。好刺客，主上，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，追求刺激，死亡就会在不经意间追。我在路上。我操！这怎么？哎呦我操！交闪好了。你告诉我男枪强还是不强，能单挑大龙的英雄有哪些呀？啊，我想问问
谁能单挑大龙啊？除了狮子哥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不会，实话不会。发起攻击，我去。泰坦单挑大龙没用啊！泰坦那个英雄你也不知道是。看那个英雄遇到男枪他都没法打的，他直接可以在塔下挂机。追求刺激，死亡就会在不经意间追上你。妈，这堂堂怎么没死？试试我！我操！哎，行，这不出不了事。这堂堂怎么复活甲都出上了？啊，他复活甲。我没注意到旁边有复活甲啊。他把 B 被发，完不？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大招的攻击，别急别急，集合进攻纳什男爵，远古远古，我单挑远古去，单挑远古一会儿拿大龙，游戏结束了。主要这波没闪现，要不直接把对面 AD 做掉了。光死了你了！大龙呢？结束了。我在路上。那枪只是警告而已。
冲一波了。攻击敌方防御塔，发起攻击。双龙会啊！游戏结束。对面拿什么班啊？你告诉我。你在跳什么呀？你小小区域跳什么呀？乱杀呀！王者局乱杀，比看看三季啊！真乱杀！该算是旧账了。